队杨颖最近随嫣然天使基金会展开青海站的慈善行程，首次登上海拔超过3000米的高原。本来就感冒的 Angelababy 在抵达青海后就产生了高原反应，当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打点滴。随即呢，她在微博透露，终于还是顶不住了，并且上传了一张她戴口罩打着点滴的照片。微博发布短短2个小时，就有上万个网友留言表示担心，希望 Baby 能够早日康复。